临终关怀黄金八小时，一共包含了三个单元。临终关怀黄金八小时，真佛宗临终引领仪轨。真佛宗临终助念仪轨。临终关怀黄金八小时，本单元将配合动画及采访的方式，详细解说我们人在临终前后应特别注意的要点，包括四大分解、和灵体离开肉身后可能遭遇到的情形。除了教导观众如何做好准备面临人生最大的一件事，再来呢，就是同时透过与释莲海金刚上师深入浅出的访谈，讲解临终时所可能面对的种种问题，精彩扼要，请您绝对不能错过。那这时候呢，他临终的人各项感官功能虽然已经退化或渐渐失去，但耳根却更加的敏锐了。临终引领是临终关怀生死教育中最大的重点，也就是利用临终的人耳根最利的特点，提醒他升起往生的愿望，回忆起人间的修行，一心随着佛菩萨的光明接引往生清净佛国。在本单元中，由释莲月金刚上师将教导观众如何为弥留之际的临终者以及往生亲友做引领的开示。透过上师的实际示范，这个部分内容实用性强，而且具有启发性。大家也可以配合临终者生前所执着放不下的事物，在引领的时候言语有所调整。民间的人都知道要为亡者做法事，而我们该如何来做七七法事或修法回向呢？往生者虽然已经火化或入土为安，在佛教其超度救拔的工作并未因此而终止。每一次七七法事乃至超度法会的仪轨应该怎么做才能有最大的效果？本单元的节目中，蒙真佛宗创办人莲生活佛的传法加持，由释莲花慧君金刚上师带领大家修持真佛宗临终助念修法仪轨，内容详实清楚，无比珍贵。临终关怀黄金八小时这本书包含了临终关怀须知、 Q&A 问答、什么是中阴和中阴文教救度法，以及临终引领开示的范例。 DVD 更配合了电脑动画，让您更清楚人在死亡之后的种种幻象和真佛秘法的超度观想，这是前所未有的精心制作。人人都想要快速致富、健康长寿、家庭圆满、事业成功。阳宅地灵产为和阳宅玄秘谈这两本书能够帮助您一臂之力，在职场上努力打拼的您更加的出色，拥有美好的人生。这两本书有别于市面上一般的风水工具书，书中有详尽的插图，更能轻而易举地学会风水要诀，乃至于自己运用在实际的居家生活之中。大刊于 CD 则延请了阳宅实力深厚的朱印老师实际讲解，以影音效果和实力来阐释住家、客厅、办公室、卧室、厨房、化妆室与房屋内外的开运要点。
CD 和书本对照并仔细的研读之后，保证让您有丰盛的收获，快速的发达。所以聪明的您绝对不能错过阳宅地灵产为阳宅玄秘坛。比方门口屋的正面是我们人身体的五官的比喻，房子的左右两旁是我们身体上的手脚的比喻，内在的呢，阳宅方面来说，客厅是属于心脏的比喻，厕所是肾脏的比喻，厨房呢是我们肝脏的比喻，卧室是肺脏的比喻。皈依就是归向、依靠、救度的意思，也就是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四者如同学佛导师，带领我们深入研究佛理，乃至超凡入圣的境地。要进入真佛宗学习真佛秘法，一定要先皈依、受灌顶，这样才是正式入门。皈依办法，请您参考大灯文化出版书籍。大灯文化的标志取材自四瓣莲花的简化图样，象征着以出淤泥而不染的超越精神，从事净化人心、美化社会的文化教育工作。大灯文化公司是由莲生活佛授权委托成立，专注于莲生活佛卢胜彦书画创作的出版事业，并且服务大众及真佛宗的同门，致力于多元化的文籍推广活动，关怀社会，推动各种机关赠书以及相关的艺术活动。